度的美国音乐盛典科奇拉音乐节话题不断。除了 2NE1 惊喜合体外 ，GOT7 出身的王嘉尔17日也登台表演，成为第一个站上科奇拉主舞台的中国 solo 歌手。而20日一早，王嘉尔抵达南韩，面对热情迎接的粉丝跟媒体，他一路暖心表达感谢。果然到哪里都永远是谦虚的嘎嘎啊！잭슨 수고했어요 조심해요 예. 잭슨 잘 왔어요? 멋졌어요 공연? 인사 드리세요 들어 한번 들어주세요 들어 한번 들어주세요 잭슨 일단 비켜봐